掌声欢迎干掉的飞龟。各位关心台湾、听小蔡英文的所有中部乡亲士大，大家阿伯大家好！咱的节目进入下半段，啊，拄啊两位主持人来，两位主持人讲足烦恼，烦恼讲啊上半场，咱拢安排少年家，啊，大家来感觉讲？气氛拢冷冷啦，所以特别叫阿同阿公哦，我起来讲的是一定爱出来讲，啊！恁拜托恁大家，今日蔡英文来的时，大家唱，卖拼死的，安尼好阿无？好阿无？拜托大家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都乱留真侪时间，互头前这些表演的少年家，所以我的时间无济，不过。我一定要赶紧，把马英九总统执政三年，把台湾带来什么物件？大家知影讲，台湾真济工课拢倒退路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怎么会倒退路？真可怜。啊，带咱拼死讲，这少年家爱甲听到无？结果大学毕业，都出社会，少年家薪水。三年前甲三年后比，倒落一千块，高达两万八，即摆剩两万七，大家拢报纸有看到对唔对？啊，少年家安尼，这资深的社会人嘛是安尼，资深的伫社会上班较久的，薪水按四万七，啊，搁落搁较济，落甲剩四万五啦。啊，是安怎来安尼？因为马英九总统，把重点拢放伫中国，对唔对？啊，变总统的时阵，还佫加减啊有咧动，还咧动，讲啊，大家佫考虑啦，还佫算看卖啊啦，啊无一半留咧台湾啦。即摆马英九总统是开大门给拢总来，对唔对？所以，都市社会少年家薪水倒退路，资深的。伫头路食头路真久的薪水嘛，落两千。所以那呢，世界上有名的经济杂志叫做《经济学人》，甲台湾好不容易二三十年来建立的民主制度，甲台湾民主化的评比，按三年前33名，甲去年。变做36名，恁知影是安怎无？第一项，政府的效率，即几年来拢无快提升。第二项，人民政治参与，拢退步。是安怎讲？敢若一个陈云林，伫中国是一个小小的官员，陈云林来台湾的时，是毋是拢几啊千个警察咧甲保护，对唔对？咱家己的本土国家国旗拢爱收起来，讲这国旗是危险的武器，够好笑无？迄嘛危险啊！迄陈云你嘛惊着啊，袂使哩。所以民主进展有落三名，上可怜的就是咱台湾的国际地位。连菲律宾都要欺负咱，对唔对？菲律宾有欺负咱无？明明台湾人去菲律宾犯罪，还都讲阮是台湾人，爱共送倒来台湾，搁共送倒去中国，叫中国我看，这十五个恁是要哪处理？是要共送倒来台湾，是要送去香港，还是要共送去蒙古安尼？所以你看讲台湾三年来拢在倒退路。啊！你有哪会讲啊？陈兆栋，你讲话拢夸大其词，到遐拢倒退路，冇向前行的嘛？有，老实讲，冇向前行。恁知影向前行的什么物件无？失业率对唔对？愈来愈高，失业率愈来愈高，
贫富悬殊，按差六十二倍到今嘛，差七十五倍。三年前差六十二倍，上悬的一个月赚35,200，上歹5,600尔尔。结果卖救即种，上悬一个月赚412,200，上低偌济，搁落100啦。变做5,600啦，所以说咧，中低收入户，这几年来一群啊增加100,000啊，这拢有进步，佮进步拢是较歹。谢东啊，感觉讲这是爱换人的时刻，佮对唔对？是毋是爱换人的时刻？阿母，拜托杨青，明明蔡英文女士来这个所在时。把咱的这钱摕出来，好阿母，好阿母，后壁迄拢唔好哦，好阿母，行一个，行一个。今日甲讲时间到啦，是叫我好落台啊，阿哥真烦恼啦吼，为着台湾的前途真烦恼，拜托大家，咱的提名，若明确的是，大家出来投票了，好阿母。多谢，嘛欢迎大家来代理吼。啊，谢谢各家所有乡亲，中部一个南投、中华拢来吼，较少来代理七道的，来哦，简兆栋交代安尼啦，好阿母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希望台湾的前途愈来愈好。多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简兆栋委员，即届咱嘛爱用手中的选票。继续来肯定前走动，咱让伊伫台里太平，继续为台湾赢着一枚石柱。谢谢，感谢。我来介绍，是咱南投地区，咱中台湾上高镇、上高演讲的蔡鸿龙蔡立伟。支持蔡英文的咱中部地区的乡亲父老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要拜托大家，会当伫民进党即摆的初选，咱来支持蔡英文代表咱民进党来参选2012的总统，打败马英九，好不好？蔡英文赢，台湾人才会赢。台湾人赢，才是代表咱子子孙孙才会赢，对不对？国民党袂予咱第二摆的机会。马英九2012年，你若予伊连任总统了后，中国共产党。甚至是国民党内底部分的人，甲马英九，袂予咱台湾人第二摆的机会。各位拢知影，讲马英九三年来，会当讲执政无能，把咱台湾母甲经济萧条，民不聊生。现在多数的台湾人，拢希望伫要变，希望伫要变，要搁再次政党轮替，所以。因即马用尽任何的后步，想尽任何的空方，你要伫2012的选举内底要出怪招，你要用步数，你要打咱赢。即马虽然总统甲立法委员还未决定你要同齐选，但是马英九知影讲，伊即马无人气，伊就爱透过因国民党的立法委员。以前是母鸡带小鸡，他现在要用他的立法委员小鸡带母鸡，在后礼拜就在要跟你中选会决定说立法委员跟总统要同齐选，他为着的就是知道马英九选不赢咱蔡英文，所以要跟你出怪招，要立委总统跟你同齐选，要用立委基层的实力去派总统，这就是国民党的第一步阵招，大家讲对不对？第
二步，伊就要用不再接投票。各位啊，不再接那投票，那叫冲过一捆头。这些公务人员甚至伫家楼咧关这些监，这些罗犯，拢会当出来投票。那互伊出来社会投票，投予咱民进党。你互伊关伫内底，有人咧看伊投票，伊转予国民党。不再接投票，然后通过一捆头加20万票，总统有可能输赢是3-5万票。不再接投票，然后通过，是不是对咱民进党相当的不利嘞？大家讲对不对？大家即马国国民党内底有人在修法，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要将这些大陆嫁过来的新娘、中国嫁过来的这些人，甚至来移亲的这些人。对过去的8年摕到身份证，要来改做2年摕到身份证，这个法律若叫修改通过，一捆头，干个中国新娘就阁加18万票以上出来，所以因的怪招怪步，一步阁一步，阁一步，阁一步，咱台湾人无可能有第二摆的机会，干个这摆2012年是上届最后的一摆机会，咱来把干个蔡英文。蔡英文代表民进党，一定会当打败国民党的马英九，咱台湾人才有机会下摆阁选总统。大家讲对不对？所以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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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咱这摆初选，3位候选人拢真优秀，但是都必然爱选一个代表民进党出来竞选。我恳求大家会当支持蔡英文，在4月25到29。在电话民调的时阵，支持蔡英文为代表民进党来参选总统，打倒马英九啦，好不好？拢甲大家讲到真侪，马英九政府伊即马知伊个民调真低，嘛知影讲决战中台湾，中台湾要要输去啊！所以4月初3赶紧来李林大城宏远迄个所在来咧看师弟，然后甲人讲师弟嘛要保留起来，但是大家莫去遐骗去，如果若无确定讲国讲石话。无伫中华记，咱莫阁相信伊好啊，无？咱知影讲，伊即摆知影面条低，即摆想牵手波啊。2合1，连伊都要甲伊通过啊。2合1若通过，伊想讲吼，若无安尼通过，万不利，成绩若无好，即摆南部的立委若拢输去，怎毋该做选？所以就想着讲要2合1，立委甲总统。做伙选，是要安尼来吃咱台湾人。但是咱台湾人真有智慧，咱绝对伫即届明年2022年，总共若是2合1，咱嘛爱予伊落台，民进党来执政啦。恁来三年外呢，开八达票，然后看脸书治国，然后甲咱讲看报才知道。这款的总统，敢袂使予伊继续落去？会使袂使？袂使啦！咱知民主进步党，民主的进步第三场建建会，伫下晡拄啊伫台北，我嘛伫迄个所在拄转来。你看咱的候选人拢非常优秀，我嘛知影，真侪人伫遐做真大个选择，嘛有人要支持苏贞昌，嘛有人支持蔡英文。今天咱这么多人来，要来支持蔡英文，也有咱的理由。咱知蔡英文，伊虽然参加民进党有较资深，
但是伊伫三间证监会甲咱讲，30年来，伊看到民主进步党为党外，甲突破国民党专制独裁，走入民主政治，伊有感受到咱的前辈努力拍拼。伫这个过程当中，民主进步党执政，伊担任过咱的陆委会主委。伊有甲中国谈判的能力，伊担任过咱的国安会的工作，甲美国谈判的经验，伊做过副议长，嘛有行政的经验。伊今仔日无结婚，拄拄是伊的优点。无结婚会当全力投入总统治国的时间内，对唔对？各位乡亲，民进党当当咧艰苦的时阵，蔡英文。伊毅然决然，讲民进党无钱欠少，搁大家真无自信的时阵，伊甘愿站出来来做咱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。干那这点，咱就真甘心嘛啦！干那这点，咱就真甘心。当时三场的政见，伊对国策、干那在地经济、甲社会福利的这个理论。提出明确、果断、真清楚的政治治国的方向甲策略，会使讲伊是一个真坚毅、果断、明确的人。如果今仔日伊也初选会当通过，成做台湾第一位的女总统，台湾民主政治向前推进一步啦！各位乡亲，伫遮无论如何。不管什么人出选，明年2022年，咱一定爱让马英九落台，气脉保台，保佑咱台湾的主权，提升台湾的地位，来提升台湾人的尊严，来提高咱台湾人的信心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感谢咱的王馆长。也感谢一个长期伫教育文化为台湾咧拍拼的立法委员，再度掌声，感谢王金珠、王立伟。